喂，喂，哪儿呢？你干嘛？我的病人啊，改了预约时间了，我现在就得把他送到 4S 店去。你也过来吗？你把我当外卖点呢？随叫随到。注意态度啊！你撞的我，你全责好吗？你临时改时间，我没空。嘿，那你这意思就是另约时间呗？行啊，那我反正就是每天给你打电话啊，这么扯来扯去的。你要是不嫌烦，我无所谓啊。行，你把地址先发过来吧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好吧，一会儿见。